日前，刘涛工作室试出一组刘涛国庆晚会表演拍摄的写真，他穿粉色花苞袖、长沙裙、勾勒曼妙身姿，搭配花朵拍照更显妩媚。一身玫粉色纱裙尽显端庄，粉色网纱长裙裙装在肩膀处采用夸张花朵设计，增加了整体的气质感。下裙摆采用短款加长款的设计，打造出层次感，更加能展现出时尚感。粉色纱裙非常少女，甜美十足。花苞袖的设计让刘涛更多了几分青年的感觉。刘涛穿着一件粉色长裙，这款长裙采用了收腰设计，加以浅粉色丝带做点缀，刘涛的小蛮腰完全被凸显了出来，完美的窈窕细腰美得纯粹又灵动。她精致的五官搭配披肩长发，整个造型娇俏可人，搭配淡淡的粉唇美妆，格外的甜美温柔。粉色花苞袖长纱裙不仅能很好的展现她完美的好身材，也尤其突出她白皙紧致的好皮肤。喜欢就订阅呗。